欢迎阿基师吴秉承师傅。阿基师这边先来，带来这个菜名叫好，干贝翡翠无黄蛋。说实在，今天会做这一道菜的，也感谢我们这些小天使呢，一片用心良苦了。哦，怎么说？啊，搞一些什么经典老祖宗的菜，我去哪边弄啊？对，怎么弄出来的呢？那就从一些古典文学当中，我以前做学徒的一些小笔记，翻箱倒柜的去拿出来了。真的、啊？还特别要我把今天的文献带出来了。有吗？有吗？你找到以前的小笔记？这个是红黄布的一个红黄布，天哪，好酷！研读领袖仪式，来来来来，三，你给我这个是传承吗？传承啊！哇！而且阿基师上面还有写了司马光，山西人，宋朝人，好酷、哦！连这个都有在里面哦，又称温公，对，太感人了，对啊，所以你这个干贝翡翠无黄蛋是从里面找，从里头找出来的，因为盘古开天地的时候。老天爷好死不死丢了几十个太阳在阳世间，结果呢把百姓弄得民不聊生，太热了，然后就叫后羿全部把太阳给射下来，凉快了。对，所以今天呈现的就是无黄蛋，无黄整个的蛋白呈现一道菜啊。那么反映的今天的袋子呢，用干贝比喻那个小小的剑，那我把里头的蛋白弄出来以后啊，这是一个菜，蛋黄了我会另外再塑形做一个小太阳在下锅，那么用苋菜做汤底，嗯，它是一道烩菜。那么其实这行菜很家居的东西了啊，这一个鸡蛋，哎呦，那怎么把它弄出来啊？用剪的，先敲一口，然后剪一个洞，手要很巧，小剪刀剪。我会做蛋雕。哇，蛋雕。蛋雕。还有一点，那有一点。好，你被卡坏吗？真的假的？他要敲细的那边，还是炖的那边？炖的这一边有气势吗？非常气势啊！大平，你手也很巧。哎，大平，你剪刀在做原意哦。我们把它倒出来。哎，可以耶，行嘛。喂。哎，就出来。哎，为什么？那那层膜我还没有剪开。不要紧。没有啊！哎，哇！他手艺高超到缺，是剪壳没有剪膜，对啊，超强的、啊、那个膜在上面啊，这个剪刀钝好不好？已经高超到只剪壳，啊、不剪膜哎。对啊 ，OK， 跟手速一样的，拿上。谁？我助理，旁边有吓人，吓人，旁边有人吗？没有看到哎，吓死人了。哎、欸，这是白的，刚才阿基斯也是把白的倒进去。你不要生气吗？你为什么有点生气？不要执着这种一点点白的，这个白的都有黄的。哎、欸，我刚才打碎它，这个不错，不要立着的哦。哎呦，稍微一点的。筷子把蛋白打匀，好，打匀了以后呢，装到这个袋子里头来，然后再回填到这个鸡蛋壳。这不是很快吗？啊，是啊。那我喜欢用筷子，没有电动的。这个蒸的时候呢，就是用干的米去垫着就好，直接干蒸熟。那另外一边在做什么呢？大家，我们这边。不会乱的啊，比较不会乱，立飞好，立飞也会做，它稳定度高。好，来，难得的经典半桌菜，菜名叫做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西湖爆鳝鱼。怎么说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菜？西湖的醋鱼也很有名哦。那其实现在皇帝来或者是高官来的时候，他想要把里面的这些黄鳝把它抓出来来做料理。那一吃完蛋了，土味太重。腥味太重，对，这个师傅很厉害，他把这个鳝鱼这种土腥味，他直接把它拿掉，而且连鳝鱼也拿掉。啊？那鳝鱼拿掉，剩下用什么来代替？没有鳝鱼，就用它顶级的大花菇。花菇跟鳝鱼差这么多啊？对，所以它整个口感上，它把它做得像鳝鱼的那种 Q 弹度，那包括形状也是。所以妃子抱皇帝吃的时候，哇，这个鳝鱼是哪边来的？怎么那么好吃？这也是古菜，它也是传统菜。那你那两本呢？那两本其实我没有一本，我是一卷。陈哥没有吗？我没有。来送你。五指天书。好珍，好好珍藏，珍藏。要珍藏哦，要珍藏。让我看看你都写些什么。通常。
常是要拿火烧掉才看到你。拿火烧他，疑似天师一卷。好了，看来只要是经典的半桌菜，都有它历史的典故。对啊，对，很好玩。基底的部分，这个姜的味道一定要把它拿掉。可是你说香菇是到时候连形状都会像鳝鱼哦？对对对，你先要把它卤制的口感上先帮它入味。你现在准备要做卤汁了是吧？对，现在做卤汁，那就先会先煸香。要卤花菇要得卤多久啊？这个至少要一个小时。好，那泡的话至少要三个小时。好，因为它整个非常干燥，对，剃头又很难。你帮我把它拧一下再放。花菇好，花菇很好吃哦。尽量拧干。可以的，你无坚不摧。我看是不是？好，之后呢就进来锅子里面。整颗哦。整颗。那很大一颗。对，所以这卤汁的部分我会放蚝油。那卤香菇它没有拧干的话，卤汁进不去。对。加了白胡椒。白胡椒。好肥厚。好，你就干烙一下。哎，香气。感觉已经很好吃了。还没开始，好了，肥酱就它就进来，就进来，就进来。加点酒，地头还是吃啊？地头部分也放进去卤，这地头其实很好吃 ，QQ 的。对啊。酒的作用是什么？第一个有酒香气，第二个我们有加了这个醋，加了这个荤的蚝油，也是有腥味，所以要加点酒进去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它汤头会更甘甜一点。蚝油有腥味。传统菜里面，包括台有很多会用酒去酿这个酱汁。对。把它压着。好，因为这种花菇它的肉质很厚，你只要沸腾在里面焖煮的时候，它会往上一直跑，所以它的这个酱汁它比较不平均，它会膨胀，会膨胀。对，然后这个我就进电锅大概一个小时。要用东西压着吗？就用一个网子扣着就好，网子就好，不用拿个盘子什么压。对吧？那个有时候太重，它变成水分，它吸不了。哦，一个小时之后，一个小时出现的。你闻，你闻，你闻，可以。好，很香。可以让我闻一下吗？对。不用用刷子，我现在在这里就闻到了，香哦，真的就闻到味道。哎，真的还蛮像鳝鱼，哦，有点像乌参哎，真香哦，真的，哦，真的很像鳝，真像，好有趣哦。像是像，好有趣哦。阿基师那里有事，我们待会回来。嗯，坐起来。成功，花哎，成功了，有成功啊。啊，那这个放在这个里头。那我现在这个是蛋黄啊，这个油温呢是大概只有100度左右啊。这你的蛋黄怎么凝固了？啊，你的蛋黄怎么凝固了？就拌一点玉米淀粉啊。哦，有放淀粉进去啊。对对。澳门用。你又来用了是吧？你又来用了是吧？又来用了，来来。你看看我。好，看你看你。那很难呢。你又来用。你这个败痴，他那个太。不行了，面疙瘩，是面疙瘩，不行了。人家是一粒一粒圆圆的，啊你，啊那条，啊你把它落掉，看我到像一粒一粒圆圆无啊？嗯，我看你不要再试了，阿西就会生气哦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我从我拎起家吼。啊。哎呦哎呦！今天是他们两个来混的，好冷啊！来考验阿基师。好来，来准备了。好，先猜题，请出题。题目是完蛋了。夏天的时候，蛋农为了提高蛋鸡的产蛋率，他除了会特别让他们吹24小时的电风扇，竟然还 A 建造冰水浴缸泡澡降温啊。B 研发专属的运动饮料来补充水分。A 或 B。不对，小周不不。哎，知道答案为什么？你又知道？建造冰水浴缸泡澡降温最离谱。我觉得 A。刚不是说离谱吗？这个梗常常这样玩的，你不懂？你没看电视哦。吹了电风扇，然后泡了澡就感冒了。对啊。然后死一堆啊。啊，肯他知道答案，他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运动饮料对他补充水分有什么样的帮助。鸡应该很对啊，鸡又不用运动，干嘛运动饮料？好了，我选 A。四位中间选民，请选择。敢不看我？我站很稳，你确定？我们是选答案，不是选对象。我们选饮料，让他选答案啊。为什么泡冰水告诉他？我想吃啊。不知道泡冰水，说。它会收缩，然后退温啊。退温。嗯。没有用三去法啦，因为他又没有运动，干嘛喝运动饮料？所以一定是泡冰水咯。就补完了，我觉得我错了。我们对了，放心。答案是
恭喜答错了 B。所以你刚讲是真的。为了确保淡季的产蛋量，基隆了在炎热的夏天，除了会24小时开电风扇给鸡降温，还会特别研发了蛋鸡专属的运动饮料，让蛋鸡补充电解质，更有力气来下蛋。正确答案是 B。拜托，两个人吃起来是好。哎，对啊，有点寂寞，就像地瓜球那样吗？中间空空的。嗯，感觉很脆，外脆内嫩哦，什么内嫩啊？这抹吉，它完全没有弹性。咦，它有点像是那面疙瘩，面疙瘩。没有，口感像什么？像咸鸭窝头，口感像咸鸭蛋的蛋黄，粉粉干干的吗？不是干，这煮汤怎么会干？它就是咸鸭蛋的口感，但不是味道。来选牌，跟那个汤好像。不要我选呐、啊，你们选。王乐言，选牌。乐言选呐、啊，你选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一上来去赌场都是。对。我也跑不到哪去啊。你先选一副牌，你先选一副，随便三。好，看看第二张是什么。11岁。一张抽一张十就好了，抽一张十，你抽，陈哥抽，你刚刚抽大的，他今天很衰哎，他今天很衰，要不要抽？真的，他今天一堂八黑，我跟他比较不一样，代表你在干什么？啊？啊，你腰有点酸，腰酸就太酸哦。我再帮你看啊。你选中你负责，你要这张确定，可以确定，确定，因为不可能会爆啊，不可能爆，对啊。但是十的话，我们就刚好20。十，哇哇哇哇！不用吃了，对不对？嚣张的，我真的，不用吃，不吃也不吃，神呢？很 OK， 很 OK， 直接试试了，直接试试。阿姑直接吃，超好吃的。啊，准备，题目是。来，迷幻蘑菇是一种毒菇，若误食会产生幻觉，但英国研究发现。你那个驯鹿非常喜欢吃迷幻蘑菇，竟然是为了要 A 增加兴致准备交配 ，B 当作消遣麻醉自己。给我 B， 比如说不，你怎么赢不了我？但我知道答案。哎，为什么他什么都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师姐有听他讲过。B 当作消遣，准备麻醉自己。他可能发现这个东西吃出来，哎。他比较没有那么紧张，鹿也是一个很容易紧张，因为鹿是非常紧张的。他吃了这以后呢，他整个 relax， 我他每次让他吃， relax 不是，等一下，他们很长，他吃到头，他放轻松，很容易就被杀。你有看过鹿没事这样在那边散步这样子吗？没有啊。你如果每次吃了就为了交配，谁受得了？对。可是会不会就是因为他神经紧张，所以他需要麻醉自己来顺利交配？可是要交配，谁？你要把两个答案扛在一起的，麻醉自己准备交配，麻醉自己下一个人交配，交配的交配而交配也是一种消遣，它是麻醉自己，然后增加性质准备做消遣，准备交配，麻醉当中消遣，因为交配也是一种消遣，麻醉自己很有。所以准备前一选择，走啦走啦，好来吧来吧，我不会害你的。陈哥一定觉得说，怎么你又来，每次来都是错的，有的吃。好心虚啊！你为什么一直在跟着我啊？好啦，你跟，哎，你们选呢？选呢？都选了，好，都选了，都选了。哎，我们这次四个都跟着你，一定要有。你们都不想交配？因为我们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对啊。我说有道理啊。你说。如果他今天找不到蘑菇，他就不交配吗？交配是不是？交配是个很自然的事情。交配不需要蘑菇。要不用蘑菇？对。答案是。B， 终于可以吃，可以吃了，吃什么？做好。来，英国科学家发现，地驯鹿呢会在雪地中寻找迷幻的蘑菇来吃，因为极地的生活简单又闷，这些驯鹿呢会吃魔幻蘑菇呢来当做消遣，是太习惯吗？我们今天这道菜啊，是我们的吴师傅他特地做的，用花菇啊，把它稍微用蚝油稍微腌制过，真的很香哦，对，很香的。但它蚝油用的是比较好的，好像是真实的蚝油，不是那种素蚝，吃起来有点你知道那个蚝的味道。真的，对，我喜欢那个口感。詹经理介绍的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啦。啊，詹经理可以吗？好，不是，我是举手，我在这边介绍，这个调酒师坐在这边吃。我就觉得为什么发车可以坐车，我才觉得奇怪。
十二很尴尬哎、啊，那你就做个十吧。对啊，十二超尴尬。九的话就刚刚好二十一。六对。滚！十八，我要看这个结束多少角。十七。十七真的，也真算了。也可以再赌啊。八真干嘛？十四根就好了。可以可以再。十四根就好了啦。你要拼吗？后面七就算。先给他十根，就这样子。哦，这个叫哎，知道答案，然后可是这样是很生气的一件事情。好，继续。你为什么要撒那个粉？粉的部分，等下经过油炸的时候，第一个可以把这个菇类里面的这个汤汁把它锁起来。那另外一个，它外面部分会有一点让粘稠度，脆度。脆度等一下，我还会跟这些乌醋去拌炒。油温不用太高哈、哦。来，一下子不要太高，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卤过了，它外面有点脆吗？没有到很脆，我们还是要保留它的口感。不是脆散嘛？对。鳝糊，爆鳝鱼。哦，那这边用香油，等会炒一些糖，然后用乌醋直接上。你要炒酱汁？啊，对。你要让它来和，对不对？要让它来和，对。差不多了，是吧？对，你看就是这样炸过了鳝鱼，好像有点脆脆的感觉。外面有点酥酥的，真像乌参呢。来。哦，这样多，你怎么倒这样多？因为它有很多糖在里面。哇喽，跟你们家青菜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看到吗？来，刚刚我们这个卤新加坡的哦，我的西北地嘞，西北地，西北地，你要收很干哦。那它再粘稠度再高一点点，上去就是好，整个糖的焦化的程度再收。哦，水晶晶，亮亮的，水泱泱，水茫茫，水茫茫，好。多钱？哦，看着肚子饿了。这些菜是没有要一起的。对，我叫 colorful 嘞。colorful。你有会耶？哎，完成了，是吧？完成了。完成。完成。阿迪斯要服装了，这边请来阿迪斯。啊，你摸起来一个一个跟仙草一样啊，很柔 Q 哎。这是国皇蛋呢。好啊，这芹菜哈，勾一点点稀薄的芡啊。给的。好。那干贝啊，啊芹菜这种猪肝有够嫩的呀，哈。哇。那现在呢，我把这个蛋白放进来。哇。漂亮啊。哇，真好看嘞，酱好。嘿，好。要起锅了是吧？起锅了，还没够喝啊哈！啊，五月粉、干贝、翡翠、无黄蛋，完成。完成。